练啊，还是练啊，Vova 来，我们就练这个骑马步。你们照我们这样站，你站这边，你站那边，站稍微蹲，我们练个这个靠。你看哈，不要用大力啊，手握拳啊，一一一哈，你看这里，一二三。然后换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腰，你看腰转过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腰转过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腰转过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一，这个不要伸直，你看手肘不要伸直，手肘稍微弯一点，转，向里转，来。跟我们一样这样站，来，你很聪明，我知道你会，我知道你看就会，来蹲，稍微蹲，稍微蹲一点，稍微蹲蹲，好，来手这样子，很英雄一样，手握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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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好，来一，这样。一，一碰上碰上碰，碰上，一，然后拿回来二，上面，二，二，下面三，这样子，哎，手握拳，手握拳，拳握紧，都要碰在这里，都要碰在这里，这里，啊，三。啊，然后再来，你看这边一换了一不对，哎，对，这样子，手握拳，手握拳，这样子，啊一啊，然后这一二二，从这边，刚才一从这边，八二啊二。二，然后下来，你看，三，从这边，刚才二是不是？手握拳，从这边，八下来，三，啊，好，来，哎，站好，一，一，打到这边来，所以你要蹲低一点。来，手肘弯曲，这样子，一，一，啊，好，一，二，上来，上来，从内往外转，上来，对，然后三，从外往内转，走，三，对，然后再一，一，对，然后二，对，很好，三。哎，对了，很好，再来一，一，对，然后二，上面，上面，呵呵，三，下面，错了，哎，对，然后一，来，一，手握拳，二，二回来，从上面二，二，二的时候，你看你刚刚一这样子，二从这边回来二，然后回来三，从这边回来四。三，啊，好，来，一，一，二，三，三，从这边，对，一，二，三，不对，看，从外面，一，对，二。哈哈哈哈哈！三，它很松，但是挺硬的哈。啊，对，听不懂啊？来，所以就是你看，从外面哈，看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，
二三，一，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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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，看不懂？好，我知道你会，然后去练练看。你一个人练的话，哈，你看哈，你看，你一个人练的话就是这样子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听不懂？好，我知道你会，你会吗？啊，你在家里没事就陪他们练，你要站到跟他们一样高，啊，以他的姿态了，啊，哎，他站着的时候是歪的，你看有没有？哎，对，站着要直。要直，这样不动，要直。哎，对，啊，要跟枪一样，啊，要直着站，要直才高嘛，是不是？直才高嘛，你这样子就变矮了，你这样就变矮了，是不是？跟虫啊，这样跟虫一样，是不是？那跟虫一样，站着直的，你看歪的，你看它是歪的，你来看。你来看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不晓得是脊椎还是脊椎有一点，你要哎，这个地方把它夹起来，这个地方夹，这里夹起来。啊，哎，这样多漂亮！这样子夹起来，他的骨盆歪，腿，你把腿并好，脚并好，哎，对，这不要往后顶，这个这样子。他没事多练练上次教的这个。随便教我好不好？上次做那个。就我们刚才讲嘛，肌肉的力量让关节可以稳定。他现在肌肉没有力嘛，所以他的关节会常常跑掉，听不懂？那跑成习惯了，他就成习惯了。啊，他现在是自己用筋，他自己不知道吗？他没有用筋，他就是松。他这样撑的角度是对的。对。那是用到筋的吗？对。他不会用，但是因为他没有肌肉，他没有肌肉，所以他就非要用到筋，听得懂？啊，所以他现在练一点点那个伏地挺身呐、或者练这个东西，让他的身体可以振起来，形成这个习惯。老贝，你过来。啊。啊。过来了，快点了。坐给我看。你看是不是歪的？你看他走路。老贝，你坐这个。你看是不是歪的？他是不是有长短腿？没有。老贝，好。快点，屁股平，你帮爸爸看，屁股要平，哎，屁股要平，来，你学，你看你现在是歪的，你看，是不是因为背书包还是什么？啊？
脚病好，脚病好，脚病好，脚可以，哎，并紧，哎，手稍微弯，手肘稍微弯，稍微弯一点，啊，这要直，这要平，背要平，行吗？背要平，然后数，这边平，这边下，好，可以了。好，可以，好。他是不是背，是不是背书包的关系还是什么？啊？背书包的关系。那你注意一下，他偏右偏太多了。啊？不行，他现在没有用墙可以。这样子不行，这样子他没有力量。你们要注意一下他那个背书包的方式，他偏右边。啊。好，来。